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鱼。今天是我们隔离的第八天啊，这个第八天是官方的隔离。我们正常被隔离进去呢是第五天，因为我们隔离正常是按就是我们去存盒那天算起，所以说官方给我们隔离是第八天。今天我终于熬到了我爸要给我换饭了啊，这两天吃的我。然后我爸现在在那儿弄，准备要这个炸丸子和炸肉段，这也是从小到大每年最期盼的，就是每年这个丸子和肉段我们就没有吃腻的时候，就特别喜欢，就是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习俗。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炸地瓜，就是做那个拔丝地瓜。这是豆腐，这还有肉，肉都切完了，这块肉不切上啊？啊，我爸刚才说让我去拔一根香菜，我都整懵了。你说我家种着小香菜这么点儿，拔一根哪够用？然后我薅了四五根，我爸说那能够用吗？看，这就是我家种的呀，大葱、生菜。香菜，我爸说让我薅一根，我寻思话了，这小香菜薅一根能行吗？我爸说不够，再去薅，多薅点儿。你们知道这打的是什么吗？我第一次见，这是我爸蒸的馒头，那个里面有那个什么叫南瓜那个啥，他居然把蒸的馒头打碎了，然后放到这个萝卜丸子里头了，我是第一次见。嘿嘿，我爸爸的肉段这个已经弄好了啊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要先使空气炸锅试试，先炸出来点，你给我往里摆点来，你给我往里摆点来，试试空气炸锅炸出来啥样。行，试试，先整这些试试。全部准备就绪，准备要炸了，就用筷子使油温。然后那个啥，我这个空气炸锅里面放这点好了，看看炸出来啥样。哇、哦，哇、哦，你们看，爸，你看，还行吧？是不是？我尝一尝空气炸锅的炸出来啥样？空气炸锅的这个比那个油炸的快啊，我就是想试验一下行不行。但是，哇，我尝尝，它这粉面子炸的这个粉面子还是发白的。尝一尝，嗯，熟了。我觉得没有油炸的好吃，这个炸有点干吧。我爸让再捏几个丸子试试，我再整几个丸子放里面试试。丸子也烤好了，咱看看行不行。哇，这是刚才烤的丸子啊，嗯，感觉看上去还不错。金黄金黄的，尝一尝，看上去还不错啊，金黄金黄的。然后那个啥，我和我爸在家不断研究创新新的吃法，油炸的丸子给烤了，咱们看看啥样啊。感觉没太熟。全部出锅了啊，就是炸最后一遍，嗯，边炸边吃，我都已经吃饱了，我吃了好多了在这儿。嗯，我自己吃饱了，我知道你们肯定也得说别光自己吃，给二狗点儿。我拿点去喂二狗，也让他开开荤。过来，坐下，坐，坐好了，握手，哎，坐好了，握手，哎，这只，哎，趴下。趴下，哎，坐好了，趴下。哎，真乖，真乖，来，慢点张嘴啊，别咬着我，慢点张嘴，慢点张嘴啊。哎，起来，坐好了，坐，坐下。哎，好，不能吃太多啊，这玩意儿是油炸的，吃太多不行啊。吃吧，哎，真乖，哎。真乖，嘿嘿嘿，哎呀，真乖！马上给你整鸡肉吃啊，真乖。哎，行了，别吃太多啊。
啊。